没关系，你们这一组虽然捡球比打球时间还多，没关系，慢慢练习，以后就可以缩短这个时间了。开始脱衣服了哦，你开始现在才开始，好正式的哦，大家都练习而已，现在才开始正式的。欢迎说你的对手的动作很漂亮哦，你看。